们的屏东向导布隆哥，二人组来。咱们请请一下好了，请请一下，请请一下，请请一下。屏东向导布隆哥二人组，找找找。林董林景良，我们张飞张飞，你要被送啥？知道，帮助渔民。怎么说帮助渔民？因为啊，这是一个饵料池，就是那个鱼苗在吃的饵料，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生态，但最近呢、啊，就是在池边都发现那三十斤的红桥啊，都被其他的鱼类还是动物攻击，三四斤的红桥被攻击，对对对，还是什么鱼？有看到可能是珍珠鳝了、啊，我听你的，珍珠鳝干干嘛呢你啊？还两三斤啊你啊？也在攻击，安哥三四斤，不要不要啊，就要麻烦你去把它确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啊？如果是的话，拜托把它吊起来，吊起来，对 对，带走吗？啊，带走，打包带走。哎呦，准备喝了，那也塞哦。你看我玻璃都袂歹，有俩够有食，是吧？啊，你出来呢？啊，你出来做个外号，啊，无个食难啊呢？哦，还正经的哦，正经的，正经的哈，无限带走，只有我们可以的哈。看到看到频道的不行啊。那我们在哪边？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前面而已。对。那我们车子开过去啊，这边。啊，你放这边好了，应该放不下。哎呀，我夹开你哦。好来，好来，准备去。有影无影，你看，有影呢。哦，他说那个珍珠石斑有的大到15斤、20斤，有点贵。我出世到今嘛，看过珍珠石斑，加加嘛是两三斤啊呢。我们来见识见识，到底什么是珍珠石斑15斤？无了该，骗大骗小。你中下弄齿痕了哦，哎，想起来吼，那个被红潮肚子有被吃一个洞，你真的会吓到，真的。你看，这个是头被吃掉，那个也被吃一只。我们即将开始为民除害，社长今天使用台湾爱钓鱼裸素竿18尺，我觉得20斤以内没问题了啊。啊，他们两个已经要开始了，我们来看看，到底珍珠石斑15斤的坐到什么款哈？这是号称龙胆都可以起来的。哦，来吧，啪！哇哦，这什么鱼？我看袂掉哦，你我看袂掉无？都唔叫我栽落去，我安卓，安卓，哦，安卓，这个安卓，安卓哈，嗯，安卓，安卓大尾呢，这种的，这种的可以珍珠石斑炸了哟，几天就熬死啊，再吃哦，再吃哦，来，我被卡了。我会怕了，来，哦，很沉哦，很沉，哦，这个很沉的、啊，哎呦，很细啊，哇，这个很沉啊，有那点，有那点。有斑呐、啊！这个还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这预计够了，平了你。去！不。无伤着，无伤着，
还还我们呢、啊、社长专钓大物呢，哎呀不谁不呢，怎么都找这么小只的欺负呢我哪知呢，我再大一只一点，哎社长社长会不会热啊，卡点吗呢，真的哦、嗯、啊这样不行，那那个补充一下水分好了，有这罐水很特别呢，你没有看过哦，这个鸡边哪里啊，要要要，嗯，确定是要，肯定是要，要 H 九点零 P 啊 ，pH 的，好 pH 啊，对啦，pH 九点零就是酸碱值，它酸碱值，它是台湾目前啊两口天然碱性水其中一口制作的，真的吗？不止这样，它还是在意大利风味大赏啊得到金牌奖，不要不要，真的真的，从国外红回来的水，是吧？真的真的，真的啊，这几天台湾弄的吧？真的，确定确定，这我挖的我挖的。不要不要！真的啊，我不是拿番茄。哎呦，我很老了。台湾只有两口，一口是我朋友挖的。叫什么呀？林锦良呀。哦，对 对, 對。不要这个，你不要这样讲嘞。真的真的真的，不然我带你去工厂参观。全自动化生产的，不经过手。哇，你别给我讲，对咱们人工的制度性比较。这个料啊，不是料啊。真的真的真的。不要嘛，啊，台湾那边吧。台湾哦，目前正在推广而已，它是在国外红回来的。嘿，试看看。你摕去国外卖哦、喔？哎、欸，对。哇、哦，我们熟悉台湾之光的哦、喔。我给你开呢。啊，是事实啊。事实。哎，好，你开，好，你开。哦，实在厉害。啊，好，来。哎，嫂子，喝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哎，我早起过来。这么歹啉呢？因为这天气热。三指南洋啊，给吹了。试试看，去看看有没有大物，要吹大一点，吹大一点。香味，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啊！过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刚闻了耶，好死啊！钓鱼啊，钓到雷惨！哦，这七百斤了嘞！有啊，有。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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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陆姐老会，了解哦，这家哦，领导，这么大只还不是目标鱼？你确定不是？你管比我这个多大嘞？啊，比我的腿还大了呢。虽然没有钓到目标鱼，我以为我把金鲨，好大，好大，这，哦。金团，害我跌倒，但值得。啊，真疼，头段拢未疼，即马下就足疼。我们林董中鱼，昂卓啊，哦，这昂卓够大只的啦。哇、哦，这大概几斤啊？当飞人靠铁，你嘛你嘛钓啊！对啊对啊对啊！你才可能是啊吗？有啦，你拖伊袂惊尔啦，无搞到啦。你拖伊袂惊尔。拖袂水吗？搞到一条锁啊啦！
啊，那大家拢钓鱼，我也无钓。然后这里，你站那里就好。来，点花。好，我退了。哎哎哎，我死好无退了你。哎呦，韩德出意啊！来，我这边看，看看。你慢点等，你慢点等，你慢点等。这个鱼，哎，拉拉拉拉。我看到拢上大尾。只是他的食物啊，不是目标鱼。来，谢谢。哪里在控制机下过注意？啊！哦！那还多少钱？好，这只是他的饵。饵都拖不动了，你还要拖什么？饵都拖不动，还要拖？哦，耳朵拖不动了，还没拖什么？你确定有迄个物件？有，有钓未钓诶？哎，还看你功夫啊！我够认真，再认真一个小时啊！哦，屏东这里实在是太热了，热情哦，热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以哦，很正，很正。那只是饵，那只是饵。那么多饵。耳朵那么大了，那目标鱼不就嘴巴那么大？期待赶快跟他见面，去吧。
那走哎，他一点不动啊！哦，倒位九分，这个球，倒位九分。哎呀，也是小智的啦。哦，哦，这下碎哦。对，这是什么班？叮叮叮，金珠啊！哦，这位不是，这位吗？为什么这叫金珠啊？龙虎啊！啊！龙虎，那叫金珠啊！原来不是我想象的淡水的那个珍珠石斑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咸海水的，哎。所以海水的龙虎斑叫做珍珠石斑。嘿嘿嘿嘿嘿。哦，就是讲你这种鱼啊，就是吃红烛。嘿嘿嘿。有够有十斤、十五斤、二十斤。十斤、二十斤那条啊。哦，啊，这应该是够吃饲料的。我想说，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会流标了，怎么有可能十五斤到二十斤的珍珠石斑？哦，原来在屏东龙虎斑就叫做珍珠石斑。哎，一般我拢称珍珠啊。所以你这内底有迄大只，会食你的红枣？会晓啊，用食红枣大只的啊，会晓啊。哎呀，这个要高斤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应该也这也是我们的目标鱼了哈。哈哈哈！无拄到迄十五斤、二十斤的对手。有啊，有啊。嘿，好。嘿啊，你可能较慢，看下袂。好。好，这位，这位咋等来？正经诶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我咱俩等来者。好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目标鱼已经完成了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在下面帮我按订阅、四面按赞。我下次还要再来挑战这个十五斤的、二十斤的珍珠山，好吧？拜拜。也感谢我们的林董，也感谢我们的张飞，张飞也感谢我们的池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但是觉得拉红球比珍珠丝瓜还爽，他说还蛮干的，哇，打斗，我觉得老虎。下课了，笑不干完呢，你看，够大了没？摇滚，比我的奋斗还要大。哦，我去那边拿起来给你看。哦，我记录仪啊。哇呀！台湾爱钓鱼裸素竿十八尺，红烛哦，你那边放老拢会晒，一支一支来放。我跟你吵过来。啊！你的线和钩子受得了，这支竿子就受得了。好脆弱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See you soon. If I can lay down beside you, I would, I would. Even if you're gone, I won't forget you. You're all I know, what I need, and that ain't changing. And even if you're gone, I will.